男生为了救自己妹妹，奋力从陡坡冲下，一个猛子扎进了海水中。可水里根本没有其他人，但男生还是拼命的往下游。这时水下出现一大块神秘金属，男孩熟练的游了进去，然后一动不动，眼看就要憋死时，一个道白光闪过，紧接着他居然又回到了家中。他开始大声呼唤自己妹妹，可回应他的却是一个小男孩。小男孩大声说自己是他的弟弟，家里根本没有所谓的妹妹。男生听到这个消息，忍不住崩溃痛哭。 没有办法的他叫来了联邦探员，可还没等探员白哥和黑妹自我介绍，男生小帅就说出了两人的名字。白哥和黑妹都很诧异，而令他们更加震惊的事情还在后面。原来小帅和妹妹在潜水时无意发现了一块可以穿越时空的外星残骸，两人穿越了很多次，但在有次穿越之后，妹妹却不见。 家里莫名其妙多出个不认识的亲弟弟，现在他找两人来，就是要他们帮自己找到妹妹。白哥认为小帅在扯淡，可小帅却说这句话自己前几次穿越时就听过。见两人不信，他开始继续说后面会发生的事。 You see, every time you come here, you get my story. You call your father George. He's in Oregon. He's helping me figure this out. It's time I learn a little bit more. 见此情况，两人有点懵逼。黑妹无奈，只能打电话询问父亲老黑。老黑听到小帅的描述后，当即劝小帅不要再进行穿越了，因为这样会造成各个平行宇宙崩溃。但小帅现在只想找到妹妹小米。他趁白哥和黑妹谈话时，再次跳进深海，进行了时空穿越。等白哥发现时，已经为时已晚，时间又回到白哥前往小帅家的路上。但不同的是，白哥搭档已经变了，两人来到小帅家。当小帅看见白哥身边陌生的搭档时，他毫不犹豫再次跳进深海。而因为小帅的不断穿越，不同的平行宇宙里，白 白哥的搭档也在不断的改变，在更换了几十次后，他终于穿越回了白哥和黑妹搭档时空。但他的妹妹依旧没有回来，小帅决定继续穿越。可这次白哥提前发现了他的动作，也跟着跳进了深海。两人同时进入残骸进行了穿越。时间回到两小时前，白哥这次有了记忆，他愤怒地把小帅铐了起来。You did not do what George said to do. 由于小帅的不断穿越，时空开始产生裂缝。当前时空里的白哥搭档见此，立刻要派人来取走残骸。 My partner, I don't even know what your name is. 而且父亲老黑也早就过世了，没有办法，白哥只能解开小帅。两人再次跳海进行了穿越，可穿越回去后，白哥发现搭档依旧不是黑妹，他去找到小帅，可没想到这次开门了，正是小帅苦苦追寻的妹妹。而现在的时空裂缝已经遍布整个房间，透过裂缝甚至可以看到各个平行世界。而白哥此时的搭档见此，又要去叫人来处理残骸，妹妹小美一听，于是抢先一步跑了出去。白哥紧跟其后，但还是晚了，时空再次穿越，这次小美打开门，看到的是黑妹和她在这个时空的搭档。白哥却穿越到了小帅旁边，经过小美的解释，黑妹相信了他的话，而白哥在其中一次穿越中，那个时空的黑妹告诉过他几句办法，但还没说完，现实就被转折了，他只得到四个字里双向偏差，但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。他要黑妹问老黑，可这个世界的老黑也已经
repair the damage across all realities. 此刻，联邦调查小组也即将赶到。等他们带走残骸就来不及了。两人赶紧来到时空裂缝前，让白哥把手表时间调得和自己一样。2分钟后，同时进入残骸，就能回到正确的时空。两个时空的四人同时出门，而时空裂缝已经快要把整个房子吞噬。看来时间快到了，四人进入海底，在同一时刻进入了外星残骸。 时空穿越启动，白哥和黑姐成功了，但他们仿佛也忘记了时空穿越的事。而小帅也成功找回了小美，外星残骸也被联邦调查局带走。可黑妹和白哥还没休息两天，又有超自然现象发生了。